你觉不觉得你好过分哦？觉得。可是我好喜欢你的过分。太酷了！太漂亮了，都过去了这个。好。嗯？你是不是妈妈上班走了？你心里有点不舒服？先等一会儿，还没开始呢。你是不是觉得哭出来心里就会好受点？哭吧。好了，你这个现在感觉心里是不是好受了一点？
咱们上去吃点这个水果，看会动画片，完了以后咱们下去吃饭，好不好？你现在是不是一想起妈妈还想哭？再哭一会儿。哈哈，是不是很好笑？嗯。那好了，咱们今天录到这吧，啊，明天咱们再录好不好？小明儿，用那个东西垫鞋垫，拉链的时候不会磨脚吧？老兵说的，老兵经验还有错吗？那你快去买呀！什么叫我快去买？这是你提的好不好？你有经验呐，我有什么经验？哎，你去干什么？你好，买什么呀？两包那个。哪个呀？就是那个嘛。到底哪个呀？不是你要买吗？你给人家比划比划。就是那个长长的软软的。哦，面包啊。不是面包，是那个小翅膀啊。对。哦，鸡翅啊。这不是鸡翅。长头发呢。对，长头发。哦，洗发水啊。不是洗发水。到底买什么？卫生巾。卫生巾。你早说嘛，日用夜用啊。什么时候出发？早上啊。日用。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击视频下方的蓝色订阅按钮，订阅我们吧，下次更新会有提醒哦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